当你接触公司重大消息时，小心，不要违反内线交易的规定。这件并购案千万要保密。嗯。不管你的职位是什么，妈，你赶快买我们公司的股票。只要掌握了影响股价的未公开消息，并用来买卖股票，就算内线交易，违法可能要负担刑事责任与高额民事赔偿，要等消息公开后18小时才能交易哦。避免内线交易，安全投资不触法。